实在就是 SUM。 Hello， 各位 SUM 汽车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二号的金豪华汽车。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冠肺炎的防疫措施。那我们金豪华汽车的防疫措施是我个人的认为是做得非常的好，因为我都会要求我们所有的接待人员一定要确实的去做。那采购的部分，我们这台车从上架要先做什么动作？我们会先去到新车部去做采购。那采购的部分，我们会先戴，只要遇到客人，我们一定前提一定会先把口罩给戴起来。那因为今天因为影片的关系，所以我就不先做戴口罩的动作，为了美观。那一台车从上架之前，我们会先到我们的美容部。那我现在带各位去介绍我们的美容部，它如何的做消毒的工作。那这边就是我们的美容部。那我们的阿华，他现在就是开始在做新入库的全车美容。那他手上拿的是我们的消毒水，他会开始做全车，包括我们的门把，然后方向盘，然后全车几乎都会做到全车的消毒，消毒完之后我们才会做正式的上架，让消费者来买车看车的时候可以买得安心。那包括交车的时候也都是比照这一些步骤下去做办理。那现在防疫期间，如果你想要安全系数高的车，这一台车是2017年的宾士 A180， 它是全车的 AMG 控力套件。AMG 的控力套件跟一般的 A180 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是有选配控力套件之外，然后它是有恒温空调跟后出风口。这台车的里程数是大概4万多公里。那这一台车子我稍微帮你做介绍。那这一台车它有选配 AMG， 它的方向盘这边是平的，然后会有带红色缝线。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有恒温空调，恒温空调之外，它后面就有冷气的后出风口。那这台车还有一个它的。打倒车的时候，它会有倒车显影，哦，黑色的天棚。那 AMG 的新车价大概选配下去，大概要多20几万左右。那我们本身有做夜视认证，那这个都是认证书，都很详细的，都写在这边，都没有发生过事故泡水。我们都有原价15天的收回鉴定。它里程数目前是4万多，49892公里。那 SN 有1年2万公里的保固。我们公司每天上班的时候，业务进来我们都会先喷手消毒，量体温，然后确定说体温是正常的，我们才会让他进来上班。然后只要客人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提供酒精的消毒洗手，然后消毒完之后会量一下耳温，确定没有问题之后会让他们过来看车。然后客人离开之后，我们说车辆客人摸过的手把、内装、方向盘、座椅椅子，我们都会再做一次内外的清洁。然后他刚刚坐过的桌椅，我们也都会再次做清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因应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金豪华汽车自己有本身有户外区，我们所有的包括交车的流程，或者是一开始签约的流程，我们都是在户外进行。所以所有的客人来我们金豪华汽车，你来看车。不管是看车还是交车，都可以非常的放心。那我最后还是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，开自己的车最安全。那实在就是 SUM， 实在就是 SUM。